2020年庚子年属牛的朋友，今年的运势整体上来看算是安步当居哦。大体上呢，很多事情呢都能够如过去的一些进度，能够顺势来安排。大体上产生一些非预期变化的机会呢，严格讲起来并不算太多。那在事业方面呢，其实呢，只要培养好的人际关系，各方面呢，大体上就不会出现无谓的失误哦。那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跟许多老朋友的互动关系里面，应该要好好的加强跟与新朋友之间的关系呢，即便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经营，那彼此应该也要保持一个很好很理想的状态啊，以免因为别人的妒忌啊对自己啊产生了一些困扰。今年呢，如果属牛的朋友有心要创业啊，或者是要投资的话，那建议呢在还没准备好之前最好不要贸然行动。并非是属牛的朋友今年的运势不好哦，而是今年对于属牛的朋友来说，如果一开始所接受到的讯息没有这个逐步的去厘清，很可能因为资讯只有片段的这个接收啊，所以导致事情在真正在呈现的时候，其实跟你最后的预期是不一样的啊。因此呢，凡事应该要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啊，来厘清目前所要做的事情，这样子呢，才不至于导致工作上面发生了断裂的现象。那在感情方面呢，今年属牛的朋友其实运势呢还算是不错的啊。如果呢你已经是单身很久的朋友，那今年真的可以有机会找到自己心仪的另外一半。但如果呢这个才刚刚单身的哦，那反而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才能找到自己的下一段。好，但不管怎么样呢，今年对于所有属牛的朋友，那我们会建议在感情这段路上要小心你的另外一半啊，或是你的男女朋友，他们所释放出来的一些讯号，也许呢有一些小小的抱怨啊，或者是说他其实有意无意想要提醒你一些事情，但也许就是因为你忽略了哦，反而失去了彼此能够交心的机会。那在财运方面，属牛的朋友今年整体的财运算是稳定的哦，所以呢，只要投资理财的方式能够延续过去的一些步骤跟方案，在今年整体来说仍然能够有好的财运的延续。那只要能够把握住好这个阶段的财运的安排，对于未来的一些投资理财而言，能够带来更好的机会。在2020年呢，如果有一些类似像自产的计划，那我建议从今年还有明年哦，都是一个可以好好去展望的时机。因为对于属牛的朋友来说，将钱转变成资产，在这两年呢是一个理想的机会点。主要呢对于长期的投资理财的方向来说，投资在不动产有助于自己未来财富的增值跟累积啊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。那如果是在健康的部分，那会建议今年属牛的朋友要注意，那如果是自己的脾脏啊，或是胰脏还有胆的部分啊，是要特别留意的。其实这三个器官呢，在平常的时候如果真有一些问题，其实并不容易发现啊。所以呢，假设您觉得自己这一阵子可能肠胃并不好，但是呢去检查呢，医生又说肠胃问题可能还好，那也许你就要小心了，也许是脾脏胰脏跟胆方面的问题。那建议呢，无论是在饮食各方面啊，或者是说生活作息上，都应该要好好的这个照应自己啊，才能够有个更好的身体，也能够安步当居的好好的过完今年的2020。